各位朋友，你哋好啊，系卡洛斯。上个礼拜都同大家提过啦，我哋要去南沙咧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嗱，而家咧只系早上嘅五点几，因为由深圳湾上南沙咧都要过半小时嘅车，虽然有车接我哋，我哋都要七点钟过到深圳湾。好，出到深圳湾啦。咁我哋一行人咧就而家嚟到會場啦，嗰個會場好盛大喎 ，OK， 帶大家睇下。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我坐喺广州教育局最大嗰三粒隔篱啊，林局长同埋王处长同埋邱处长。震动模式，香港科技教育学会理事郑家略。这是继2022年12月份以来，广州市教育局举办的第二次大湾区创客教育研讨交流活动，我们首先来进行一场简单的启动仪式。从2019年开始，广州市启动了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创客教育探索的实验项目，从理论探索、师资培训、课程建设、教学设计等多个方面，系统推进创客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融合。让我们携起手来，努力推动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不断上新台阶，为全力打造广州创客教育新品牌，为建设美丽湾区做出应有的教育贡献。通过视频，我们了解到了近年来广州市教育局在创客教育方面所下的功夫和取得的成绩。广州市南沙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是本次活动的承办学校，让我们掌声有请潘汉荣主任为本次活动致辞。首先感谢广州市教育局对我校的关心重视，把这个项目委托我校承办。作为承办单位，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们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创客教育研讨交流活动隆重举行的日子。本次活动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南沙方案的精神，由南沙区岭东职业技术学校承担活动筹备承办工作。监测，比如说独居老人，那么他们用水的异常，来检测出他们是否出现了就这种紧急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实战分享环节。大湾区各个学校的创客教育开展的怎么样了呢？小创客们在创客课程当中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让我们首先有请来自香港中华基督教会谭李丽芬纪念中学郑家略的师生给我们带来分享。他们分享的主题是迷笛自动化原声乐队，掌声有请。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你们好。我们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谭李丽芬纪念中学的老师跟学生。我是郑家略。这位是林进峰老师。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一次比赛里面获得3个一等奖的学生。
啊，三组同学，他们作品都是使用这个 MIDI 啊基础啊来控制的乐器啊，分别是钢弦琴啊、竖琴啊跟古筝等等，这三个都是他们的作品。谈到这个 MIDI 基础啊，我本人自己本人可以说是30年磨一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早在这个上世纪的80年代，我作为一个音乐老师，我的第一个专业是科技，那后来我转型成为音乐老师，在座有一些领导都知道我这个经历啊。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用这个MIDI来作曲了，来教学了，还有录音了等等，就是一个小小的用二韵母来做出来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电磁铁，但是用它来发出声音，跟原来的MIDI音乐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实验。这里我再把这个这一种技术带给我的同事，还有我的学生等等啊，做了他们自己的电脑控制的乐器。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啊，先跟袁同学跟杨同学说一下，那你们作品呢是这个钢片琴演奏。制作理念是将这个现代技术与古老技术这个。来结合而成的，希望能够利用现代技术创造一种更方便还有易于操作的自动化钢片琴，同时保留原本钢片琴的美妙声音。那你的钢片琴是有什么特点的？我们可以通过电脑控制这个使钢片琴演奏出32个音符，而且可以随意控制演奏的速度。大家可以看看我们作品演奏的片段。现在我们会播放一小段音乐，大家示范一下这个情况。那口技先生可厉害，能把各种各样的声音模仿惟妙惟肖。口技先生光是用声音就把观众深深的吸引，若是能加上动画，那岂不更能引人入胜？建模技术觉得好好玩，还正好可以用来改善我们每周四早上去澳门科学馆上课点名问题。看到老师每次纸质点名速度有点慢，容易点漏人，希望能用人脸识别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是一个安全状态，现在我们是在模拟一个睡觉的正常被背的情况。但如果晚上睡觉时，因为不小心把被子盖到头部，我们就会发出声音，神经上也会显示。同时，在国内多名专家的指导下，于深圳市喀什市跨市交流研讨活动中，对《流浪地球》的部分课程进行了现场的展示。未来，龙华第三小学将继续建设 AR 沉浸式互动新课程，
在增强现实、AR 交互、骨骼追踪、人脸识别等技术加持下，综合运用系统和多元化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深化课程资源、硬件设施和管理平台一体化建设方案，打造沉浸式轻课程、交互式教学的标杆，给打造知识、技术与实践的融合课堂。当然，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汇报依托的是我们的 STEAM 跨学科融合创新试验项目案例以及附属中学。嗱，而家咧就午饭时间，大家就喺会场食饭。因为晏昼仲有节目啊，要去科大讯飞啊。嗱，而家咧就系午饭时间啦，大家喺会场食饭。下昼咧仲有节目啊，要去科大讯飞参观。我哋去科大讯飞参观。好，我们直接开始，然后给大家来用一个虚拟主播跟大家先打声招呼。虚拟主播，大家好，我是科大讯飞 AI 虚拟主播小严，我可以实现多种语言的实时播报。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科大讯飞考察指导。Now I will welcome the new English. これから日本語で情報をお伝えいたします。현재는한국어로의료하겠습니다中国地区不要主动的风险中国委员董事台平涛工作顺利你好对吧对吧对吧这个可能大家都听得懂一点那我翻译成英语俄语西班牙阿拉伯语啊这边的话都是实时翻译的那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语音识别技术目前已经准确率高达98%了。一边来，我们会把产品拿出来给大家介绍啊。类似系咁样嘅。可以通过机器的深度理解技术 AI 助手，它可以帮我们进行亮点挖掘、语音规整，还可以帮我们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会议纪要。啊，这个大模型也是用来分析啊。啊，所以减轻我们老师的负担。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个最占据老师时间的语文作文的批改。这边都是高一年级的语文作文，可以看一下他已经给出分数了，错别字和瑕疵都可以帮我们找出来。这个是我们语文作文的批改标准。这个是叫什么汽车啊？叫咩？叫做乜嘢？呢度？宝骏安安聚焦纯电动车路线，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了国内首个纯电专属平台。弹琴发起来了哈。好了，今天呢他们在这个南沙呢 present 完之后呢，就也都参观了科大讯飞，还有参观了这个广汽科技馆。咁我哋而家翻香港咯。好啦，今日我分享到呢度为止啦。我系卡洛斯，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嘅，请你订阅、加赞同埋分享出啊！拜拜。